Hello， 大家好，又翻到 Pokemon 特片 Red 啊！上次讲到嚟到呢一个嘅道馆啊，嚟到呢一个叫做奈普鲁道馆啊，应该系嗰个冰过完呢个雪山嗰个嘅馆主啊嘛，我哋睇下啦。恭喜你揾到我，依家进行第三次，都系最后一次考验啊！自就中打赢我啦，唔会咁易嘅。我哋将会有一次反转对战。咩话？呢场属性克制被倒转嘅对战，没有属性对任何其他属性免疫。哦，即系，哦 ，OK， 真定假啊？呢度，咁如果佢原本系怕咩啊？佢原本系超能力噶，系咪真系改变咗？我哋可以试下，有冇飞行技哦？哎，有超能力技，我哋可以试下，我觉得，我哋换呢只先，唔系佢都系照打到我，唔系佢都系照打唔到我，我可以屈死佢，我可以屈死佢用呢只嘢啊！我都话，我上次都有讲过呢隻嘢咧，个劲嘅劲在于咧，根本好少，即 AI 上好少精灵会用地面系攻击。系啦，精神利刃打唔打痛我啊嘛，睇唔到啊。劲咩啦？电磁波呢招其实都可以用。咁我哋唔要复特替换啦。啊，换只蛋蛋啊，冇就咁用呢只先。呢只应该怕冰啊，试下先。不是很有效。哇，好明显佢系怕冰啦，但系佢头先用木角打我都打唔死，证明应该系真系冇咗个叫做嗰个叫伤属性伤黑，系啊，属性伤几好咁样对战交，哎，咁呢啲对我有着数啊，因为佢原本打痛我啊嘛，啊，不是很有效啦，大家见到，咁即系话呢一度会用水系会痛啲啊嘛，系用水系会痛，鬼面甲咩噶，哇，大甲。几好喎、啊，逆向思维、逆向思考、啊，咁啊蛮力唔紧要啊。佢系虫系啊，虫系怕虫系应该用草打啊。哇，要谂到咧系用草打 ，OK 成功，唔要写身状啦。哇，几好喎、啊、呢战斗，系啊，特别 PM 真系出咗好多唔同种类嘅一啲叫做一啲叫做乜嘢？唔同嘅玩法，嗯，真系值得俾九分以上喎呢只游戏。好耐之前我都讲过，特别 PV 系值九分或以上。哇，送派醒，哦，投掷地球，穿着红，穿着红怕咩噶？穿着红，哇，我都唔知道穿着红怕咩喎。咁样突然之间讲起，先用双面先，跟住用呢只打啦，唉，都冇办法。可以磨走晒佢啲 PVP 喎，双倍凤凰竟然用，双倍凤凰打唔打得中我都唔知道，先用电磁波先，好成劍，啊好狠，咦佢如果呢度用双倍凤凰，咁我咪可以用催眠打咯，啊系喎佢，喂 nice， 哇佢用咩啊吸收拳啊，竟然 ，OK 咁啊唔紧要啊，哎打自己。我可以打赢福特，都好。电光石火我哋唔要啦，福特攻击迟咗都换走，因为我要追特工嘅特工嘅雷技。草成杰有机会其实系抌得嘅，好大机会。啊、哎，子弹拳打到我，点解啊？点解？点解会咁噶？反射壁系物理墙，咁啊对我有着数嘅。佢嘅格斗系。格斗系唔怕啲咩啊？哇！呢个真系考气我，好似冇啊嘛。我打得赢打赢 OK 啦，应该 OK 嘅。哇！击中要害，很痛，搞掂唔得啦。光墙就系物理攻击啦。其实我觉得物理诶、哎、特殊攻击先啱。特殊攻击我哋唔要了，几好用，几好玩啊！呢、這、一个真系唔错。你喺对抗嘅策略咧，好好咁使用咗你嘅精灵令人嘅敬佩。我攞啲咩徽章啊？哦，系喎，差啲唔记得俾呢个白浪徽章喎，多谢小丹，希望下次再见，相信我哋会几个钟头、欸。我话过俾你听咧，佢好难搞掂噶啦，好惊讶你咧咁费心机咧，令到个好人消失。你知纯八真啊，佢就系嗰个咧同佢另外两个朋友一齐咧做低咗火箭兵团分部嗰个男仔，我哋唔可以轻视佢哋，而且我差啲咧就搞掂啦。我呢个都系火箭兵团，诶、欸，睇住。有人救咗佢喎，与此同时，小粉话：快啲，我需要帮助，佢仲在生啊！哦，佢个怪物嚟嘅，咩怪物啊？
好个头啊！我块面好痛、啊。哇！我块面，哇！俾人烧，真系阴功啊！小粉，块面变咗呢个烧伤嘅状态。因为呢、這、一个另一个人啊，咩正宗啊，我叫做真恐怖，果实七之道啊。移动楼梯，哈哈哈哈，啊冇嘢讲喺度。我已经略咗屋企，我需要休息或者应该有啲小旅馆。有啲 3D 龙，打骷髅的卡比兽。呢、這个小粉咧就因为咧佢出其不意地被攻击咗，所以咧就俾嗰个咩系咪叫正宗啊吓？正宗嗰个人咧就打烧到啊，真系惨。先呢度冇嘢买咯，唔使买嘢。我咩就喺度可以行嘅？哦，呢条路特登啊嘛。好，又翻嚟一个正常嘅状态系咪？依家系，哇，搞错，咁啊，继续出嚟，痛苦换脑嘅乜鬼嘢？哎，减我 PP 嗰阵，哎，仲点解用唔到啊？没用了，我锁咗个技能，我记得，鬼系，冇留意到添。得教练 ，OK， 我哋快啲揾剧情啦。下一个地方要去边度先？佢头先有咩卡比兽啊？呢度啊？呢啲全部都我葡萄柚嚟噶，又俾人食晒啲嘢啊！卡比兽系咁疯狂食嘢，同埋叫我睇住嗰啲柚啊！最近有人一直偷佢哋，咪就系嗰啲卡比兽啊？唔系，有人偷呢啲啊？嚟自玉红市呢个？哦，只需要洗你1000蚊，带你去你间房瞓几堂过呢度啊？想瞓觉了吗？太舒服了。OK， 咩嚟个？点解个黑色人喺度嘅？音乐会感到兴奋。冇啦，冇其他嘢，我仲有嘢添呢度。诶、欸，有啦，小智。好高嘢咧，见到你哈！我仲未咧嚟得切咧，喺呢个岛度同你讲再见啊！嗰时，当时好急啊，好似我啲大师咧需要周围去旅行。暴叔，呢啲仲未系大师？哎，冷静啲，佢讲笑又唔好意思，比家超师系想倾偈。你要去嗰个道馆啊？事实上我已打低咗馆主，其实我系嚟食咧葡萄柚嘅。比家超好中意嗰啲咧葡萄柚，我会做任何事咧俾佢咧试到啊嘛。OK。比家超系我第一只精灵啊，一齐咧冒险咗，就好似我同蚊香放袋，你搵嘢食咧，我嚟帮你手啦，人越多越好。无端端帮乜嘢手？哎，快啲去摘啲葡萄柚，我唔认为我哋可以摘，我想摘一个冇事嘅。佢小男佢半丁，你睇嚟咧，哎，就连一只咧波波球都有食，肯定咧冇事。爱求救，你头先好痛苦，我讲笑咋？你喺度讲咩啊？咦，我开得太揿得太快，睇唔到佢讲紧啲咩喎呢度。你肥猪快走开，讲紧卡比兽啊，又踩影呢度啊？嗯，边度啊？咩啊？咩求救啊？跟住又咩肥猪？讲紧咩啊呢度？呢个啊？目前正在调查，好多嘢都唔见咗，嗰啲葡萄柚啊，俾睇下先，唔入得。我仲有事喺呢度，有咩事啊呢度？呢个佢健康咧冇好处，或者佢身体天生咧排斥住我俾佢嘅药。我而家要走啦，听日再嚟，记得一定要食药啊！我一啲都唔信药嘅，一定系毒药嚟嘅。我哋咪咧都同我丈夫有一腿。咁你冇理由咧唔帮我监视住佢噶喎，其中之一咧就系你同我老公有一腿啊嘛，快啲去做咧呢一个嘅间谍，哇，不忠之心之善，哈，黐线有啲咁嘅之善真系不得了咯，喺呢度啊，我但系我想解卡比兽先，定系揿卡比兽啊，真系，佢食晒我所有葡萄柚，咩精灵嚟啊，卡比兽啊，懒出去啊，食其他人嗰啲啊，小心，走咗。真系好痛，哎，瞓咗喺度，瞓觉喺度，又变咗卡比兽，我捉一只卡比兽啦。我记得上次捉嗰只好似麻麻地啊嘛，性格。OK， 非常好。
搞啲。太好啦，成功啦，系着硬仗。我估嗰个咧果实七岛上偷嘅就系卡比兽啊！嚟啦，我哋咧食个葡萄柚啦。多谢广州话贪食嘅卡比兽。如果你正喺度揾紧咧，喺嗰边农场有一棵咧系提供咧游客免费采嘅，哇！真系叫你唔好搞我哋搞嗰啲啊！嚟去隔篱啦，隔篱嗰啲摘得嘅，呢度唔摘得。哈哈，多谢俾你啊，好伙伴。比加照真系好中意呢啲葡萄柚啊，多谢你啊！如果唔系因为你比加，你 OK 啊，小智？好奇怪啊，甚至冇讲再见啊，因为有受到呢一个超能力影响啊嘛。喺 Pokemon 入面咧，超能力啊真系最强我谂系。而家要去边度？尼多兰，我唔知尼多兰咩色嘅啫，好似冇见过尼多王啊，知道红色啦，但系尼多兰好似冇乜点有印象。欸，要等几耐啊？要去拍拖啦、啊！唉，你真系头猪嚟噶，夏儿。哦，得比如果对我好啲咧，或者会同你约会一次。阿二，你要对咧女士有礼貌。吼、哦，白马王子你够英雄啦！大家好啊，好抱歉，等咗你好耐啊，流泪。我发誓，如果咧错过咗呢个约会咧，你必须咧，你必须叫令我咧喺你嗰个豪华酒店免费住一个月。哈哈，冇问题啊，你讲笑咋？请保持安静，你這個呢个异想天开啊！喺我哋嘅贵宾嚟到之前，请保持安静。今次嘅紧急会议系咩啊？勇刺呢、這个就系勇刺嘅中间嗰、那个，我都唔确定呢一个董事会嘅要求。佢哋话佢哋希望咧所有道馆馆主都应该参加。嗯，佢哋嚟啦，啲广播啊，敦美，你好啊，国际型嘅靓仔，我系咧精灵协会特使啦，我喺度咧唔代表咧，我唔喺。我在这里代表我不可以参加这个聚会都不知道什么翻译来的。等我介绍一下我同事先啊，盖伦奈特，盖伦奈特，你身边那个是谁来的？哦，他叫正宗啊，向这个道馆馆主精灵协会的成员问好啦。诶，搞什么？他们不是火箭兵团那些人，为什么那个 handsome 神又在这里呢？我哋遲啲再解嗰个咩不忠嗰个人啦，因为我想睇主线，我想睇小粉嗰度最后会点样。先回过去先啦，吓喺边啊？佢呢个啊？呢个博物馆嚟噃，应该唔喺呢度。新华精灵球先，全满药，我已经唔会再俾啲药呃到我。连接石，巴多克。是一个非常小的岛，每日都是这样，想要个朋友，你可不可以做我朋友？你想令我治愈你的精灵？有古怪喎，就是回血那么简单。 OK， 那好啦，没有其他位了，没了，难道有其他路？这里九号道路在这里啦。哦，在这里啦，在这里啦。OK， 蛋蛋石头知道马科特岛，哇，雷拉个鹿 ，OK， 轻松啦呢啲机械人，你唔想同你精灵嘅训练师一齐？嗰、那个咧系 Green 嘅飞天拖狼，喂，你嗰只飞陀远啲，你对 Green 做啲咩？你讲你朋友啊，佢而家俾人困住，吓，又俾人困住，我要救 Green 啊，佢仲计咧，哦，佐罗亚克、啊。打低佢啦，奈特，我会嘅，一阵间就兄弟真正嘅悲剧咧，喺咧呢个房间里缺乏幽默感，我为佢感到难过。我各就各位准备 stand by， 宏伟嘅计划呢度啊，呢个洞穴 ，OK， 我要去搞变呢度，好，开始搞唔明个剧情系点样呢个方向，第二阶段正在进流拉。流拉唔知咩系噶，头先我冇睇到，系咪好似唔系弱点嚟喎？哇，怪兽，点解就咁叫怪兽啊，大佬？翻瀑布我咪有咯，翻瀑布好似未有，啊未有，即系话向右行啦，呢度美丽花边，霸王花，哦、哇，啲色唔同咗。想赢我太天真啦，除非同我同你啦，咁就差唔多啦。呢只都系冰技，哇！真系下下都结冰，咪黐线噶，严重怀疑招冰技系改过嚟咯。诶、啊，系你下降到馆主唔可能噶，你跌咗落去冇可能仲再生噶，你系扮嘅啫。
好耐冇见啊！阿 Green 咧，你个朋友仲在生，至少咧仲会喺度啊！阿 Green， 快离开啊！系个陷阱嚟噶，快走！你对佢做咗啲咩？佢服食咗大量嘅蒙哥罗亚毒，有啲幻觉嘅。而家咧同我咧，真论解决唔到任何问题，你嘅朋友咧需要解毒，如果唔系就会死啦！咆哮。OK， 解药咧喺呢度。俾咗解药，你就咁样交过嚟，唔使惊讶，我唔系白痴，我知道我唔系够唔够你打。你讲大话，呢个陷阱嚟嘅，你最好快啲，佢就系死啦，一定唔系解毒啦，唔使嬲，你睇下，唔系真正嘅佢，我一个变形啊，变形人啊，我系精灵啊，我而家完成个任务，系咪走得啦？犀利啊，就即咗演出，做得唔错，你可以走啦。你哋系边个？我哋系精灵莱达，我哋系火箭兵团嘅成员，精灵协会嘅人。哦，即假扮啊，又系。我准备去令佢收声啊！我得未睇下数三啊！我亦都唔可以再忍受同你留喺一齐去告辞啊！成日都咁容易发火啊！等紧只 Green 喺边？可能死咗咯，浸死咗佢，我敢打到佢嘅身体，而家被巨牙沙咧撕开啦！我哋想佢咧长命啲，但系佢拒绝合作，所以你明嘅啦。No， 好啦，奈特够啦，心软啊，老爷咩啊？讲笑啫，我会亲手做低咧，靓仔，飞陀螺劈开！哇，你做乜嚟咗？好似我会死喺呢啲咁嘅人渣手上，你竟然咧仲喺度咧乱咁噏，我真系咧受辱啦！你冇事探我，当然冇事啦。当我哋一齐咧搞掂呢个蠢材啦，又瞬间移动，我哋离开啦。有件事你应该知道啊，当火箭兵团攻击我嘅时候，小蓝喺嗰度根本冇帮我，佢唔中意卷入嚟，你而家识佢啦。佢冇帮我，事实上仲害咗我添啊！你被包围啦，靓仔。阿 Green 阿小蓝 ，3D 龙用定身术。我一啲都唔信任佢，而且咯打到你都注意到，我哋唔止系处理火箭兵团嘅问题，我谂我知道咧边个系另一个敌人啊，精灵协会嘅董事会。好嚟到呢个旅程咧，我同佢有少少咧摩擦，一个咧犯罪集团正喺度同呢个政府大部分合作，我哋有两个敌人，除咗正宗，仲有嗰个唔知边个咧假扮咗杀咗阿辉。总之我哋应该咧要维持我哋联系，从一开始咧会变得好复杂。如果你需要帮助，打电话俾我。OK， 哇！呢啲劇情，如果大家有睇过以前我玩嘅话咧，大致上都好似有少少唔同啦，系啦。不过大家睇完都可能冇乜印象，因为始终都太耐啦。我玩特别变 red 都真系应该有几多年，应该两年到啦，唔知两年定三年。好，诶，嗱呢啲冇特别啦。我最主要都系想睇呢一个嘅小粉啊，或者其他人嘅劇情。喷咗烟啦呢度，唔可以用水打沙堡，因为沙堡系吸水，吸水嘅技能，冇错，所以唔可以用水打。一打水好似会用，我谂佢呢一度未必有即系新门嘅特性啊。新门嘅特性好似系加防啊，冇记错。佢中咗水之后，然后呢一度我估系吸水之类啦。呢个啊？佢呢一副咧毫无头绪，呢一次咧一定系你第一次嚟啦，系啊，第二揾道馆，咁你啱啦，呢度冇道馆啊，咁我点解会嚟啱咗？冷静冷静嘅，我道馆喺游子岛，佢呢个方法咧就系咧搭呢一个船咯，所有呢个商店同运输都删咗，因为一年一度嘅皇家公主同王子节开始，呢个系男同女参加嘅，佢哋咧同佢对住一齐参加，仲可以咧获得奖品，你应该参加一下 ，OK？ 呢个就系咧小骨子岛啊，小夏。哦，小夏都嚟到，我话俾我听，你嚟参加公主王子啊！我当然系嚟啦。夏小姐咧，华南市市花，哦系啊。哇，我睇咧一啲都冇变哦，睇嚟某人咧都系冇啲表示。小光同埋 Elika 都喺度，小花喺隔篱。OK， 花子女士，你见唔见到小字母佢喺度？我头先见到佢啊，多谢你。OK。呢、這个啊，应该系呢个，应该揿呢个，应该触发咗嗰个剧情。呢部整得几靓又系，所有噪音咧将啲鱼吓走晒。有啲小字喺呢度，我哋喺左手边先。我讨厌呢个城镇嘅新方向，不如向前好。呢度啊，先回去先啦。好，再同阿 Green 讲嘢。如果见到啲咩可疑嘅嘢，会见到哇！
佢连件衫都有改到喎，真系几，真系几个嗰啲细节位做得几好。呢个系咩啊？精灵中心啊？唔系呢一个叫咩啊？收留所，好似系养殖场，诶，呢个叫做咩啊？饲养屋啊。正为准备，应该先话卡帕拿，又揾帕拿咯。依家我一之前都有揾过帕拿，系咪揾小智做帕拿师傅先？小智做帕拿，我头先见到你阿妈去揾紧你，我阿妈好耐冇见过，我揾佢啦。OK， 呢个咧，来来尾正辉你喺边？你真系忘咗正辉？正辉嗰个咩啊？嗰、那个整精灵箱嗰个人系嘛？我一个单身女人，但我需要一个孩子。听讲咧，有个岛上嘅湖入面嘅水饮咗就会咧怀孕，嗰个叫做神秘猫之岛，新之线啊！呢个一睇就知。到最后，上帝会怜悯每一个人。最后一个人，当你路过你嘅骨头，就会好似我一样暗痛，怜悯每一个人。原来系咩噶 ？PM 七十一，佢哋已经尖叫咗好几个钟，仲未出拳。OK。在哪里啊？那些人在哪里啊？这里啊？假货，这个是。你认真的这个工作，你失败者。嗯？小蓝在这里，师傅先。你在玩些什么？没有啊，我跟你一样来参加公主王子的节日，好久没有叫我来打一场。无端打的，哇 ,3D 龙。你死啊 ,3D 龙。3D 龙。点解我用更新嘅打唔同嘅？你水箭龟同波波球咧，几时捉嘅 3D 龙？我需要一个王子嚟参加，你想成为个王子？当然啦，多谢你。嗯，少翻喺上面喎。吓，冇得拣噶，搞错啊！之前有得拣嘅，我记得。我中意靠近冰箱。似乎认为阿爸呢个游手好闲失败者，我认为佢一个努力工作嘅人。嗯，小蓝你几时换咗衫啊？我改变主意，我唔需要你做个王子啊！我揾到更好嘅人啊！我真系好期待，好配啊！但系之后会明。咁如果佢放弃咗，诶，做乜你又企喺度嘅？好，搞咩啊？咁啊，小花喺边啊？揾小花，诶，见到啦，见到呢度，诶，呢卡同小光企咗喺度，呢三个搞咩？哇！有段时间冇见你都嚟参加节日，祝你好啊！你两个系一 pair， 你想成为我王？哎，有得拣喎！我谂你心入面有人，我拣想拣小光喎。You don't know oh oh oh， 咩 beautiful？ 做咩呢度？我呢个系一啲爱，呢个咩联谊会系嘛？呢个系搭船哦，即系参加完呢一个公主与王子嘅节日就可以。诶，阿帕蛇。费米尔，得 Elika 小夏，得 Elika 同小夏呀，好似系喎。你揾紧你细佬，我唔系，我等紧一个朋友啫。但我谂佢唔会嚟，识做王子。哇，系呢一个系阿 Queen 嘅家姐，即系我哋可以拣嘅有 Queen 家姐啦。Elika 小夏呢？小夏在哪里？跟着小芬又不见了，这个什么水啊？应该放弃啲愚蠢的传统，没有一个呢当地每一个当地人会喜欢这个节日，即是传统的什么的村民。哇，好有型啊！第一次见咧就会觉得释围咁嘅样啦，呢个冇啊，真系唔见喎，小霞喺边啊？咁冇咯，我哋是但拣一个咯，我哋拣咗呢一个阿 Green 嘅家姐先啦。好，正辉咯，多谢你做我王子喺呢个节日度，咁远嚟玩呢一个节日，有咩玩啊呢个节日？忘记咗攞呢个节日嘅奖品可儿宝丁喺商店度，点解会用可儿宝丁？诶，你嚟参加呢一个公主王子公主同王子节，你可以做个公主，你真系咁认为？系啊，嚟啊，我要走啦。哦 ，OK， 可儿宝丁，
我一个 boss 再攞奖，真系嘅，我有个主要系两个一齐咧带住奖品走嘅。Oh no， 冇个所谓，我哋会赢嘅。你讲咩啊？你话俾我听，已经揾到另一个 partner， 而家揾到其他人。你头先咧系咪咧话你揾到其他人啊？点解你咁样做？你搞咩啊，小南？到目前为止，我对你一直都好好啊，嚟自纯八镇嘅。你要知道啊，从而家开始你要感受到我嘅愤怒。发生咩事？即系呆咁样发生愤怒。OK， 欢迎参加公主王子战，节日分为两轮，第一轮咧系沉蛋挑战，边个揾到彩蛋边个就赢。而家呢度有个提示，彩蛋喺贝壳，贝壳下面。我真系要玩，哇，小蟹喺度喎，我觉得就系揾到啦。呢个点解有小男人喺度？哇，好嬲佢！而家超最中意玩啲低能游戏，政府喺边度担心佢？哇！我咁样同边个 partner 噶？黐线！我都唔知同边个 partner。Erica 唔擅长呢个游戏，呢个咪正辉咯？该食嘅彩蛋喺边度？背向下面呢啲啊？边度啊？哎呀，又踩影！哎，有啦有啦，有啦，终于水晶层嚟啦，各位，我哋唔要。唔要反射壁啦，都唔得闲开反射壁嘅，话俾自己一开完佢自己都死咗啦。哎，搵到啦，搵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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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系点啊？行翻翻去搵佢啊？搵翻呢个人先，剩翻喺边？好，下一轮啦。下一轮挑战咧，包括公主王子嘅挑战。呢一轮嘅赢家将会获得咧可疑宝的王子，必须同所有王子挑战，公主都同所有公主挑战，得分最高啊，代表赢。咁。在哪裡打？在哪裡打？又不跟我說。這裡？勝出就是小藍。發生什麼事剛剛？有些 3D 龍啊。這裡啊？ OK。我知道可能不太適合，但是不要玩東西，好奇怪，這麼囂張啊你。你玩東西，說東西這麼囂張。20招啦。一個水打死你啦。我输俾你咧，并唔意外啊！搞掂啲裁判，仲有边个？奈小刚啊，诶 ，Green 啊，唉，后悔咗参加，真系唔敢相信咧。我家姐奈奈美咧说服我哋去做，真系嘅，你唔觉得好有趣咩？等我哋咧将件事做完啦，咁多只，我全部死啦佢，影分身仲，哇！佢竟然用我呢个鬼系嘅大髀料。我、哦、新嘢喎，用咗啲。我哋系咪时候要用下啲啲新嘢去啦？咩拳手？哇！咁多数码暴龙雕啊，水晶层。即系啊，点解会咁噶？我想试下招技啊！奇异手 ！Oh my god！ 你系奇异手，咁真系要用火技打喎。好在有火技啊，黐线嘅。睇你话俾人淘汰，多谢。哇！如果冇火技，我真系输俾佢可能，因为我冇其他技咯，除咗头先，咦 ？3D 龙，你咪就嗰只一直跟住我 3D 龙啊？所以咧，我唔系见到啲嘢，你确实存在。收声，佢就好似火箭俾条咩咩识讲嘢。我俾你咧活落去嘅机会，你竟然将佢抌咗，我受够你啦！咩活落去？你竟然将佢抌咗？我要杀咗你啊！就好似我杀咗其他朋友咩话？边个？你唔应该背叛我嘅？阿辉死前都系呢块面，阿辉系你做嘅，喂唔系话唔够打，唔紧要呢只应该打晒嘅，哇锁定嘅冇事嘅各位，定啲嚟应该冇事嘅，你打唔赢我嘅呢啲咁嘅 3D 龙想赢我，咁啊太愚蠢啦，我都唔明点解 3D 龙会又可以成为呢一个嘅呢、這个剧情嘅主角嘅，就好似以前所讲一样，点解嗰只咁嘅食梦兽可以成为主角噶，我都唔系好明白。我哋慢慢磨晒啲三重攻击，佢就玩完啦。基本上呢只咁嘅 3D 龙，再见啦，可以。我仲可以食药添喺度啊！食药，俾你见识下咩叫药之训练噶。下先美味水，哇，几抵玩啊呢度！我嗰招伏特啊，扣咗我20血左右啊，搞掂啦！佢逃走咗阿辉都，小子。你冇嘢嘛？我当然冇嘢，会等你嘅，多谢你啊，小粉。原来嗰只系只 3D 六，我就知道唔系你，好高兴咧，冇因为支持你而犯错，我值得嘅。
住佢住，我唔可以啊！再见。阿小芬几惨又就，喂，我嚟系想，我嚟系想回血咯。中心喺边啊？呢度上面啊嘛，系啦系啦系啦。好，我哋打埋其他选手，我哋就完啦。小江啊嘛，嚟啊小江。嘿、hey, ，我哋第一次一战到系呢一个百利比士系咩嚟噶？小哥，由嗰阵咧一直训练，准备再同你打，今次我一定会赢嘅。三拳石我就冇见啦，你竟然自己研发咗只新嘅三拳石出嚟，明明俾咗我嘅佢，又一只三拳。呢、這个滚动岩，大岩石。哇、哦，呢、這个系地区形态嘅寄居蟹水。啊，好有趣！我谂咧，仲有好长嘅路要走啊！祝你喺比赛好运，好嚟啦！准备好俾阿小智嚟啦！你仲想赢到我小智？哇！即刻嚟个皮皮卡丘，皮皮丘，独特！哇，咁醒目，电磁波，阳光烈焰喎用，唔紧要啊，阳光烈焰啊！我净系怕地面，你奇异花都仲有机会赢到我嘅。如果有呢一个地震，又用阳光烈焰。佢依家系应该系六级防御降低，咁我哋照我哋用边只好呢？用呢只淡打嘅，哇！真系有地面技啊！睇唔清楚用嗰啲咩地面技啊嘛？李家超死咧，许天贵死咧，哇！电磁炮，弱智训练家出去啦，各位，全服药。哇，冇系咁中，哇又中，黐线啊！50%，中与唔中啊有。剧毒嘅卡比兽啊，啱卜卜，你都识泰山顶，都唔好啦，冇位何啦已经。咦，呢个系正常贝贝龙，搞掂。好有趣，我相信咧系第一次交手啊，系啊系场好嘅战斗，你有所有嘅。哦、所有的御三家嘛，系啊，我从呢个大学博士咧攞到比加超喷火龙奇异花同水箭龟系从，我系边度攞噶？啊，我冇嘢，我要走啦。好、哦，完啦完啦，剩翻系睇呢个两个公主佢对决。哦，小霞同小蓝、哦，我最好小心，小蓝好劲啊。如果理论正确咧，小蓝咧将会赢到压倒性嘅胜利。唉，小智去咗边？我谂佢啱啱行开咗，去啦，摔打。避开攻击，然后使用咧高速旋转呢啲咁样嘅咧煮饭仔嘅玩意，现在使用啦、啊！你怎么走啊？我觉得咧关键系小霞，你见到啦系嘛？系啊，见到啦。我哋所了解嘅小蓝咧唔会好似咁样咧直接从战斗中咧退出嘅。而家你相信我啦，佢有啲唔对路，最好小心啲。呢个俾你嘅奖励10,000蚊，我要宣布咧获胜者啦！呢个俾你100。其实你仲赢到彩蛋，你攞着金之后仲有呢个可疑补丁喎、啊。有个道馆咧，游子都要去嗰度，你需要咧搭呢个渡轮，我会喺呢个港口见你嘅。好高兴见到你啦，奈奈美同我都要翻关刀啦。小江、小华同我咧都会继续咧做呢个馆主嘅责任啊，祝你好运。我黐线真系，10,000蚊啊真系，明明之前都仲有其他可以拣嘅。我感觉上咧，佢就算揀其他角色都好似冇分别咁。系 3D 龙嘅 set， 做乜匿埋啊？听住，呢、這个唔重要啊！你想要做咩啊？可以补丁俾我咧，就饶你一死。Oh come on， 你要用嚟做咩？你啱啱输咗俾我喎，记唔记得 ？Remember， 我系确定你赢咗，但系最强嘅拳击手咧都唔系成日都赢到嘅。我喺边度啊？你喺我嘅幻象入面，但你感受到嘅痛苦绝对系真实。你嘅体力咧正在慢慢消耗，你会死喺你嘅自己思想当中。你攰啦，麻烦啦。起身啦、啊！哇，你竟然在我幻象中挣扎，佢走咗啦，而家去个游子岛。佢有咁强大嘅力量，但系而家开始我都要变得更强大。佢永远都打唔赢我，更加唔好谂住阻止我计划。我唔知道佢会咁样破坏自己。直到我哋再次见面咧，纯巴真啫。哦，而家呢个 3D 龙竟然可以有咁强嘅力量。好啦，咁今集时间嚟呢度先啦，我哋下集继续。这个的 3D 龙的阴谋剧情是这样先，拜拜。